男神金城武又有新作品了，金城武只要一露脸，这男神魅力无法挡，人气买气都跟着来。2016最新的男表电视广告，金城武化身夜晚的主宰者，为时间写下此刻决定未来。为了这支广告，金城武穿着西装，暑气逼人的五月天，在这个曼谷的街头连拍了2天，可见这男神敬业的态度。这拍摄期间还特地为他封了单向的车道，要让男神可以尽情的发挥。